威尼斯啦，去看看长不了他们的爪子，刚好饭点他们吃啥子，随便吃个饭。刚刚送你去学校，送你七条的走了哈，红领巾也穿上了。1:30。看婆婆做的啥子在屋里？哎呀，炒的肉、青菜，那是啥子汤啊？那个，妈，你烧的啥子汤？我今天煮的啥子汤？那个喽，豌豆汤啊。哦，炖的骨头。哎。好久没看到你们了，半个月了哈。哎呀，要不是，我就是说路过的呀，回来看你们呀，来吃个饭，刚好赶上饭点。我早上9点多钟出发的。你哪里？我从重庆出发回来噻，吃个早饭来快。红领巾也找到了，现在是上香队员了哈。嗯。吃早饭了呀？嗯。你不要把饭端来哈。嘿嘿。我少要点饭，我少要点，我只要滴点儿，我只要滴点儿。不是有不有，我不想吃那么多，不能吃那么多。装那么大一碗，我吃不完，还赶点儿出来。我前两天去检查身体，我前两天检查身体代谢不行了，要少吃点儿。要少吃点儿。放心。好的。走。哎呀，香喷喷的大米饭。91.3。有人有在那在91.3嘛？对，你有办法嘛？我们看看。91.3可以了。嗯。啊。嗯。我今天吃饭。美女。他可能比你差点呢。他在重庆家有点不适应，他没适应过来。他你跟我又去耍去几处啊？哪里去啊？啊？哪里去？寒假我要去重庆。寒假？嗯。寒假好久？多少天？1个月。元旦节目要回来？那不能回来。啊？元旦节目要回来。寒假我要去我爸爸那里去玩。嗯，就换个布，完了之后过一天，然后就坐轻轨上去。来来，我喊叫你耍的话，要把座位带起来。听说那里是无人驾驶，那个叫啥子？轻轨上有无人驾驶？哪里有无人？轻轨上现在是无人驾驶。不晓得，我听他说的，没查。嗯，那还是名堂的。嗯，现在吃饭不挑食了哈。把米饭泡得红了红的，可以。你早上吃的没吃啥子？嗯。对。吃的啥子？吃的啥子？也可以。一个油条和一瓶牛奶。那真。可以噻。不是吧？快吃嘛！哎，那个胃口还要得。哎，那个太香了。嗯，吃饱了。吃肉吧，加瘦肉吧，把豆瓣儿，把泡起来。带回来肉都没带，他说。你说没肉啊？你要吃啊？上次我来不是？星期五没肉吃。哎，没肉。没肉，没肉，没肉，你就不安逸啊？哈哈哈！他今天跟我说的。我应该婆婆，我就买腊肉，那个腊肉，我腊腊腊，放腊肉的。你跟我说，我那个猪腊猪肉干没吃，我给带回来。我腊在外婆那吃，啊，我在外婆吃嘛。外婆我要吃。你啥子要吃？猪腊肉。腊肉，猪肉干，我下次给带个猪肉干回来。啊。肯定安逸很哟。回来领水，把饭吃完，然后。啊，整了个发型哈，但临水理头发比重庆理头发要便宜得多。临水理个头发才10几块钱，重庆理个头发10几块钱比较难找。然后我在那稍微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呢，就准备往通江走，因为我回去还有事情哈。大家都晓得我最近在干啥子，也比较忙碌。
拜拜，祝你们生活愉快。老人家我也看到了，每次路过的时候看一眼，心里面舒服点。拜拜，祝你们生活愉快。